所以说我看了是非常感动，因为也是这个科学体系的这个课程的一个印证成果。好，接下来
继续去欣赏咱们的展示课。我们每年招两个专门为我们家里校培养老师，如果想在当地把别人干倒，你必须有他们。等他们这波人到了你学校，你会感觉到你所有人在外面招的老师都是对的。所以呢，南方的学校下场就是对的，让所有孩子都是对的，最起码要求。直播好，刚才你们看到，来把手举起来，我们一年级到了班，哎，不用看，这我们一年级的，明白了吧？好，孩子们有希望。感谢学校长。Thank you.
好，亲爱的校长老师们，其实我看了每一次看我都是非常感动的。为什么说呢？因为咱们陈校长花了12年啊，一辈子的心血去研究出这个科学的训练体系，可以说是真的是让每一个热爱舞蹈的孩子能够实现他的梦想。就像我们的习主席说的，我们的孩子从小要做好人立大志。我觉得陈校长真的就是积功德的人，能够让孩子去实现梦想。同时我最感动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我在那里看我就全身起鸡皮。并不是说咱们南舞的孩子通过科学训练他的技术技巧特别的好，这是我感动之一。还有就是看到南舞的老师的状态，以及我听到孩子们说加油精气神，哇，我觉得每一个细节，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和口令，在我看来真的是陈校长和老师们培养孩子做人的道理，团队的协作能力。那我们将来，我们中国未来的教育，相信一定是团队协作，不是个人英雄主义。所以说我真的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真的是很亢奋，很有那个感觉，看到孩子们能够通过哦，真的是刚才我也是跟老师了解到，零基础的孩子啊，大专班都能够练到这样，感谢大家。好，接下来继续欣赏我们的节目。三、四、五、六、七、八。
在2013年春节晚会的一个节目，也是来自咱们南武的简花花。我也是通过陈军校长的一个深入的了解到，咱们这个节目的题材也是源自于万花筒，是不是？其实我们现场看是非常有震撼的感觉。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南方舞蹈学校这个视频号有发那个航拍的那个感觉，你就看到的非常真的，365度的角度都是非常的完美，而且我们的孩子们也是通过训练这个体系，科学的体系去达到的，所以说我觉得非常的震撼。那在这里呢，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哦。原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腰痛，原来我是练杂技的嘛，每天练10个小时的功，接着就转中国舞，然后我的腰就一直疼，因为我的老师让我翻400个前桥后桥，接着也是特别的痛苦，板压撕扯，8个人去压我，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当时我的老师就说，你想想英雄事迹，想想董存瑞炸汉堡，再想想刘胡兰。我说老师，我想谁我也很疼的，我真的好痛啊。所以说我觉得舞蹈真的不应该这么痛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美的，舞蹈给人的一种是传播美，传递爱，是不是？所以说能够感受到我们南舞科学训练的体系。而且我记得陈金校长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就一直的记在我的笔记本，记在我的心里。他说，娜娜，你回去就不要再练孩子们的大腰了，不是这么练的，就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就70%的肩和30%的胸腰，才能够100%的去保护好大腰。好，接下来继续欣赏我们的节目。